妈咪，你可以买新的脚踏车给我吗？脚踏车？这么突然？拜托啦，骑脚踏车有好处很多哎，你不是叫我什么运动？那么想骑？那楼下不是有一台旧的，你去骑啊。那是太小台，而且又很旧，要换掉了。拜托拜托拜托妈咪，拜托啦，求求你了，拜托妈咪。哇，现在小朋友脚踏车怎么都这么贵啊？哥哥一台就要6000多，买给哥哥妹妹一定想要。6000多再加6000多，如果我不放心他们自己骑，要跟着他们骑，我看一下我有多少钱。哇，1万块，6000多，6000多再加1万块，3台加起来不就要？来帮我一下。哎，你怎么都不来帮我？你不是这什么东西？你又乱买什么了？太夸张了，是什么？这台是 BHRC4 自行车，买给我的吗？自行车？对，就是自行车。这一台我上网真的找了非常非常久，而且等了很久，终于今天到了。不要讲那么多，帮我拆开它，组装它再说，好不好？说明书 BH 欧洲百年品牌，觉得你又在乱花钱。呀呀呀！啊，不对。哇，这好漂亮哦！它这个涂鸦我好喜欢哦，超美的，它是艺术品。我先看一下说明书怎么组装。然后这边它插上它的电源吧。好啦，我们插上去了。哎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那我们把这撕开吧。那我撕，那我撕。好，那你撕。哇！我要看了一下啊，它这个面板可以显示你运动的时间，嗯，还有你运动的距离，运动距离，还有你的阻力的等级。哦，这边啊都在写啊。对，还有速度，速度，你们女生最在乎的卡路里。对，一定要。我运动完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运动，到底消耗多少卡路里？嗯，然后它有个配件，如果你有选配它的蓝牙胸带的话，就可以显示你的心率。哥哥现在要先试鞋，我们先帮他调整它适合它的高度。高度，低一点，低一点。然后这个锁起来。然后这个轻一点，这样可以吗？其实脚有点酸哎。因为你没有穿布鞋啊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你骑骑骑骑，突然觉得好累，不想骑了，压下去，它马上就停了，对不对？就可以下车了。这个高度，哥哥 OK。你有没有觉得我刚刚为什么会说适合全家大小？它不管是在身高上，甚至它的那个阻力啊，都是可以依照个人的需求去做调整，超乎我想象。帅哦，帅的。我们可以在这边控制你的阻力，有没有？哦，好紧哦，好紧哦。有没有突然觉得很累了？我看一下它最大可以到多少的阻力，它最高可以到32级的阻力。这变红色了，骑得动吗？骑不动。我们把阻力调回来好了，不然这样真的没办法骑。你怎么还在喘呢？你这样子每天骑个10分钟、20分钟就有运动到了。现在换妈咪又来试用看看哦。很轻松的买啦！告诉我，现在就是很像在踩那个熟女车这样子。来，啊，最高等级，最高32，这样感觉有点在上坡。好，我们就先这样子，看妈咪骑多久会累。很累的吗？你们现在是用最高等级吗？给妈咪提点。我膝盖受不了。对，最高等级一下脚就酸了。不过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，因为它可以连接 App， 可以跟全世界的车友一起骑车。要怎么做才能跟全世界的车友一起骑脚踏车？好酷哦！好，点进去之后，它会用蓝牙的方式跟我们这一台全部都连牙连线的。对，这边有个蓝牙显示，都连线。为什么要连线？你知道吗？连线之后，它才能上传你现在在行驶的数据。我们开始好不好？然后它会设定你的人物显示，是僵尸哦。这好像在玩网络游戏，你们有没有觉得？哎，这个有没有比较好看？开始，是的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我开始比赛吧。哎，那方向呢？不用控制方向。哎，他们怎么那么厉害？这边会显示你的速度。好，我要试。这样有没有觉得突然有运动的动力了？不寂寞。现在上面看到所有的人是真的都是真的有人在。对，就这些啊。他现在啊，那么多。还有国外、美国啊、英国啊，一大堆。他是全世界连线的。不行，他们会觉得我很逊，超过一个了。你看我刚刚超过他，都会显示他们的名字。超过他，加油，可以的。太超过了，很近了，没有乐器呢。他也在休息，对，感觉他在休息了。还有人可以按赞，是不是还可以打字啊？不的，厉害，可以骑慢一点吗？再一个传讯息耶。好啦，接下来就是我们漫长的体
验时间啊，大家期待我们的体验心得咯。好啦，用这台自行车也一个礼拜的时间了，那我们有三个优点还有一个缺点要跟大家分享。优点让你讲。那首先第一个优点，它整体的设计呢就是不同年龄，现在买给小朋友啊，且要长大，这也是我一开始会想要买它的最主要原因。我们身高啊，不管是大人或小朋友，只要超过135公分就可以骑，只要把它摆在房间啊或是客厅啊，每一个人都可以轻松的去使用它。妈咪，所以呢我现在还不能骑，我长到135公分就可以骑了吗？对哦，而且啊，大家一定没有发现，只要买了它之后，基本上它是不用任何的耗材。对，从小运动到长大，我换算过，一年不用8块钱。一年不用8块钱，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小朋友用最自然的方式训练身体。从小啊，把他的体能基础用好，加上基础，对，加上运动啊，就可以培养他的专注能力。这很重要，我们家非常重要。第二个优点呢，就是它外形非常漂亮。没有啦，不只是外形漂亮之外，重点是这一台自行车啊，它的体积啊非常的轻小，所以就算以后要搬家也都没有问题，全家大小都可以使用，不管是小朋友啊，我们自己爸爸妈妈，家里有三代同堂的都可以使用。不夸张，那一天你妈还说，哎、欸，可以带回给她骑一下吗？她说我追剧的时候可以动一下，她说就可以边运动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哎、欸，换我啦，换我骑啦！你是要骑偌久？我要追剧呢。不长肩，等下不长肩，我才骑一下下就叫我下来，到底有没有这么好骑啊？好骑啊！第三个优点呢，也是我这个礼拜使用起来最喜欢的一个功能呢。平常我们在骑单车的时候，最怕遇到什么？就是无聊。当我知道所有的运动都是一样的，但这一台飞轮车啊，有一个超棒的功能，就是呢，它可以结合像手机啊，或是平板啊，直接连线 Lift App 啊，可以跟全世界的车友一起运动哦。然后啊，它上面会显示非常多的资讯。第一次接触，你会觉得你在玩手机游戏，真的就其实像玩手游，好酷哦！怎么会跟全世界的人可以在上面一起互动？光这一点，大家就可以玩很久。而且重点是，你在骑乘的过程都不无聊，它上面啊那个一些车友们啊，他都可以打字，可以互相加油打气哦。好啦，讲完优点，现在就是缺点。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，小小的啦，也是唯一的缺点。对，刚刚不是有提到那个 LeeWave App 联网功能，它有一个小小可以诟病的地方，就是它要缴费。哦、oh, ，就像是你可能去健身房要付费一样啊。你这个想法真的很健康。就是这样，使用者付费啊。还不错的地方，它一开始有25公里的免费使用里程。就是我先试试看，我骑了25公里，我也能接受啊，想要继续就再继续。如果想要继续的话，其实每个月支付15块美金，这15块美金对于你每天都有在运动的朋友，真的也不贵。而且像我们家这么多人，4个人，哎、你妈又拿去运动，5个人。换我啦，换我骑啦，你是要骑多久？我要追剧呢。一票到底，一票到底，15块美金等于全家都可以运动。我这样想了之后，我就发现其实真的不贵，这算是一个瑕不掩瑜的缺点。然后另外你一定也不知道，只要买 BH 他们家的健身器材，他们还有免费的2年线上课程，你可以跟教练一起骑。你是说只要买他们 BH 他们家的健身器材，就会有免费的私人教练？太划算了吧！这样间接的其实也会让你更喜欢运动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妈妈，你要 NG 多久？我骑了已经快10公里了，不要 NG 了。好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喜欢的影片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加赞，还有追踪我的 IG。如果想要支持妈咪的，也可以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哦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啦，拜拜。